七个嘞，七着六厚，保准甜甜的。吃了我家西瓜，肯定今年不中暑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买西瓜呀。卖西瓜，皮薄馅儿多，皮薄肉多。娜娜，你看这一上午了，这西瓜都给搬上去了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平平。那啥，别光谢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得？行，我给你挑个大点的、甜点的西瓜给你吃啊。行行，没问题。等着，我给你挑一个最甜的。哦，快点快点啊！哎呀，这个肯定甜。哎呀，这家伙厉害，我给你切啊。哦。给你平平。哦。合着你就给我个西瓜屁股吃啊？西瓜屁股咋了？再说了，这西瓜屁股也是西瓜呀，你闻闻多甜呀。你说你抠门也不能这么抠啊，我都给你搬一上午了，你说你就给我个屁股吃啊？那你吃不吃苹果仁啊？吃。卖西瓜嘞，又甜又大的西瓜。啥呀，一点都不好吃，啥呀你这是？不好吃你别吃。不吃了，走了。哎，卖西瓜，又甜又大的西瓜。卖西瓜，皮薄肉多。西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看看我们家西瓜呀。卖西瓜，卖西瓜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别走嘛！你看，你帮我再把这个西瓜再搬上去呗。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老逮着我不放呢，为啥？你再帮我搬上去，我再请你吃西瓜呀。当然请西瓜，上回给你搬了，你请我个西瓜屁股吃，甜都不甜，这次又让我搬，不搬。这次我给你请你吃半个西瓜，半个。确定给半个？确定半个。行，那我勉强给你帮啊。哎，要不你现在给我切了？先帮完了再切嘛。这人，哎呀！卖西瓜，走过路过不要匆匆看一看啊。大西瓜，一块五一斤。卖西瓜，卖西瓜，放完了，放完了是吧？切吧。你等着啊，我给你挑一个最甜的啊。哦，好嘞。快点，好了没？我给你切呢。哎，给你，这个大吧。我说娜娜，这就是你说的半个呀。再怎么说它也是西瓜呀，再说了餐也是肉啊。我就说你斗不过你，哎呀，你天天套路我有意思吗？啊，吃不吃？就这西瓜屁股能吃吗？上回吃的那甜都不甜，这次咋吃啊？不吃。不是，算了。天天套路我有意思吗？哎呀妈呀！哎，你二叔哎，我二叔来找我买西瓜了。人呢？卖西瓜。哎，小妹，回家吃啥个？你要回家了？啊，帮我收个垃圾。哎，好。二平，这垃圾麻烦你带一下。哎，哎，下班了，你帮我把这个扔一下。
二平，二平，帮我把烟花渣也倒一下。让不让？回家。哎，二平。啊？二平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啊，这儿还有一个垃圾，哎，麻烦给上一下。哎，二平，二平，喂，二平，我这儿还有个垃圾。还有没？谁还有？赶紧说！哎，二平，我把这个杯子也扔了吧。扔了，回家扔了。还有谁？没有我就下班了啊！卖饮料，卖饮料，卖饮料，2块钱一瓶儿。卖饮料了啊！哎，小弟弟，来拿个饮料解解渴。多少钱？2块。媳妇看看他们今天赚多少钱、啊、20、30、35、40、41、42、44，44块钱啊，太少了。唉，这什么时候就能赚回来呀、啊、那咋办呀？哎，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。啥办法？咱们买上一堆那种这种高的这种一次性的那种杯杯，然后把这饮料倒进去，一桶10块钱。哦，哎，这个方法不错。嗯，听你的。卖饮料来，10元一桶，10块一杯。这怎么卖呀、啊？10块一杯。那我拿一个。好。卖饮料，卖饮料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饮料呀？来，来两个，来两个。哎。好，送你两个管。嗯，来。卖饮料，卖饮料，10块一杯。今天我请客，看看这，看这色香味，挺美的啊，这儿好吃。嗯，咬不动。哦，蟑螂。钢丝球，这味道
怪怪的，好像是个苍蝇啊。厨房这么吃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先生。哎，你看这怎么有这蟑螂呀？这么大，这还有头发丝儿呢。这儿钢丝球，至今是个苍蝇啊。哎，先生，你这个蟑螂是从哪个菜里面吃出来的？鸡蛋。鸡蛋呀，那这个吧就是蟑螂味的韭菜炒鸡蛋。你的头发是从哪个菜里面吃出来的？土豆丝儿。土豆丝儿呀，这就是头发味的土豆丝儿。你的钢丝球是从哪个菜里面吃出来的？茄子里。这就是钢丝味的烧茄子。这个苍蝇吧肯定是从这个菜里面吃出来的。还有一只苍蝇吧，这就叫做苍蝇味的苍蝇。啊，这样，原来是特色呀！我就喜欢吃蟑螂味儿的。来，这个苍蝇，哎呀，这个蟑螂还是蛮少的。苍蝇也是少的。够了，老板，太小气了。